维持收入的这个一个点可能有影响，最严重的可能就是直接导致了我们在北京的，就我们原来一直在使用的剧场，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很多的人都为那个地方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也有很多的人还在向往着那个地方会不会有更好的未来，还有很多甚至新被招进来去信任那个地方的人还没有出道，然后当时就觉得好像是在做梦吗，或者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们有什么隐藏摄像机吗，会是这种想法。而且那段时间加上我在过生日，就是虽然当时其实大家心里面都在猜测BJ 可能会解散或者会重组之类的消息，但是我们
倒闭，也不是倒闭，就是一下子跟我说移籍了。反正我当时挺难接受的吧，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适应环境挺慢的一个人。别看我就是和人相处会非常快速，可以和大家融入在一起，但是我就是要适应环境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还挺慢热的。本来在6月份的时候，我有一种就隐隐约约的预感，就是有一点预感。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可能会兼任上海，对，所以我还专门去找塔罗牌算一下，我要去兼任哪个队。对，然后结果后来我有去问公司嘛，因为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也出现一些状况，有问说，我们会去兼任吗？就答案是不会，所以我就放下那颗心。然后我一直期盼着北京剧场开业的那一天，没想到期盼着期盼着，我就突然移籍了。当时知道就是自己可能以后要留在上海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大的感觉，因为我反射弧可能算比较长，而且我就是从准备创造营，从去年的11月，然后到今年的2-3月份，就是其实一直是待在上海的，然后从营里面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直在上海待着，所以当时就是因为挺隐约有听说嘛，说因为疫情关系，北京今年可能有点难。本来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还好，但是那次我们总选结束之后嘛，就是其实很多 B 界成员就一直留在上海，没有让我们回北京。但是知道确切消息的时候，那天刚好我室友也出去见朋友嘛，我当时一个人坐在那里，突然一下就是在翻以前 B 界的公演，对，突然就那么一瞬间就是挺难过的，就哭了很久。当时我们其实算是在我的预料之中吧，因为疫情挺严重的，但是真正说要暂停营业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感觉天塌了。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我来说。最后一场公演吧，就是去创造营前最后一场公演，嗯。从创造营出来之后再也没有上过北京的公演了吧，就等同于就是我去创造营前的最后一场公演，没想到是我在 BJ48 的最后一场公演。就当时第一次就是听说北京剧场没有了之后，以为是开玩笑的，因为想着怎么北京BJ48 啊，就是不太可能没有吧，就第一开始是不信的，心情就是不是很能接受吧，就非常不能接受，就是完全就心情很差，非常差。确定要移籍上海的时候，其实还是震惊于北京是真的是没有了这个当中，就因为一直都有传言，可能也因为疫情，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北京可能要没有的时候，当时是想着不信的，就一直想着总选之后，也当时觉得肯定是可以回去。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就听说好像北京回不去了的时候，才觉得好像这事情是真的，就忽然开始回忆起自己在 BJ48 最后一场公演是什么时候，又想起我们现在当时还在现役的成员们都会去哪里，会不会一起到上海，还是留在北京，还是从此见不到了，就更难过的是这些。虽然我们大部分成员就是已经移籍来了上海嘛，但是就是现在原北京成员还有很多留守在了北京，坚持在了那个我们最开始梦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坚持自己的梦想，好好的走下去，创造出一个更精彩的未来。
虽然我们 BJ 的很多成员都移籍来了上海，但是呢我们还有小伙伴一直坚守在北京，然后一直坚守着和 BJ 想要一起坚持下去，也希望 BJ 40能够越来越好，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心里期望的梦想。前辈们的人是毕业的公演嘛，对，就心情复杂。有多复杂？又开心又有舍不得吧，就毕竟还蛮想就是之后和一期前辈们就是在舞台上能有一些合作啥的，对，所以就蛮可惜的。不过就是也希望前辈们以后越来越好，呜呼，我也会继续加油的，再一次。还没有画完。女生在化妆的时候是最丑的，就这样画，假装很柔美。以后也算是个小前辈了。对对对。我终于有后辈了。确实是。对吧？开心，开心。以后我再不是最小的那个。以后人就可以喊你前辈了。啊，可以喊我前辈，可以吗？为什么有人喊我前辈，我贼开心。要不然你就来小后辈，你就可以欺负小后辈了。你就不是被欺负的那一个了，就非常开心。军姑这么帅气的外表，但是你们不知道军姑在后台是什么样子吧 ？Hello， 你可你可。哎呦！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不是这个样子。你可不可以做一点跟你这个外形相关的事情？我就只能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下来上个厕所，我在厕所听到许佳琪的粉丝说：“前面是谁来了？”屁屁。开始上班了。我一进来就发现戴老师啊，上班开小差。戴老师，我就下来上个厕所就能碰到这个人，也是蛮神奇。这是缘分吧？是缘分。哎呀，快点，我要排练，我心好慌啊！我干嘛呢？我要化妆了。好了，我看看，这个会放在哪里？哎呀妈呀！好了，别拍了。然后你去化妆去。可以，我还没有开始，我刚刚在戴蒙全没合完。你打算拿什么？我打算都都搞到。下一个目标。机不可失，是下一个是 K K。那之后他。看见了吗？小后辈排队焦急的等待当中。换完衣服了。嗯，结尾，我本来以为我的衣服会紧了，因为我胖了。不过老粉，老马问我为什么你是胖了还是瘦了，我说我应该是胖了。他说你运动好像应该是瘦了吧？我说就是说会过劳肥。然后刚刚跳了那么多回排练的时候，跳了一遍之后，发现那个裙子好像又有点紧了。我说是的，我又跳了一遍，累了，我累了，跳一遍我胖一斤。又给自己找理由了。对，跳一遍胖一斤。孙瑞太懂我了，孙瑞太懂我了。揭穿。揭穿。哎，我们从外面办好了。哎呀，那你也需要这个吗？就是不想要份儿都不想有，不懂了吧？
哎，你知道吗？现在知道吗？就是前辈们如果需要发际线，下意识就会喊，有没有发际线教育一下？哎呦，我也没。发际线粉。发际线。对。就是以防那个有时候跳舞的时候那个头发就飞起来，然后就涂一点发际线粉。感觉好实用。看起来脸。没那么大啊，感觉好实用。对，非常实用。你看我都快用完了，见底儿了。U P。你要吃过它吗？对，这么猛的。上楼。留下了我的。谢谢前辈。来来来，停。又被他宰了。好看吧？好看。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催他们上去了。好嘞，去。你就只让他拿着去，拿就只拿着就 OK 了。狂野就好。谢谢姐妹。我操！云姐，来吧。云姐分开了。云姐，云姐又有人跑。谢谢姐妹。你这个美颜太有才了。谢谢，好喜欢。我老乡，是吗？对，东北的。我们两个是那种属于都是东北人，但是东北话太一般的人。菲菲，你东北话说的怎么样？我东北话啊，一般不暴露。我也是，我们两个就深藏不露型的。对对对。那个东北以后走了一个东北人，就来了另外一个东北人。东北穿成这样，对呀、啊，人要不行了，求求大家快开始吧，放大一个，快点结束回去吃饭睡觉就结束，明天还有一天呢，我天，明天还有一天呢。走啦走啦，我先，直接会吐水。我从学校学那里学来的，他那个小火龙喷火。哎，太酷。我们毕业跟你有啥事儿啊？我的包包，人家的夏沫，算了不扯了，好麻烦。哎，真太牛了，大家看一下，还在，我还在练功呀。这个麦感觉你这么努力，家里一定会放炮的。哎呀，真聪明！粉丝呀，千万不能油，因为我等会儿要大展身手了，我要猛跳，我把这个台踩破。等会儿呢，我跳 unit 我就要把我那个钢击破，全都击破。太疼，等着我，炸碎你的镜头。哎呦！我跟你说，我盯着你的。哎，我现在马上。过两天之后，我就是我们队的老大的一批人了。老大了，自己还是老大了。哎，他比我还开心。哎，听完之后，你看，越狼狈越有感。而且这套衣服是非文化遗产，留给他们。他们还穿这套、啊，留给他俩。非文化遗产。你看悬崖前后背都破洞了。啊，我这绳子都已经跳断了，人还这样上的。希望你们穿的幸福。哎，你们都有腰带，你看我酷酷的也。哎，我也是哦。八点钟。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年龄，你要想一会儿我肯定得哭，所以我先平静一会儿。哪个环节会哭？他们摘画摘照片。哎，确实也是给他们都熬走了，但也没什么好开心的。你之前说以前他们你们在座位上等他们列队让他换衣服，对的，以前他们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这样了，去楼梯就是这样的楼梯，然后我们就排排站，给他们留中间留一个空道，他们抬着箱子上，我们这样。我八年前我们这样欢迎你们，八年后又给你们送走，还是这样的。我如果能欢迎你们。你不觉得很伤感吗？我们也要笑着面对一切。没有没有，我加油，超姐姐，相信自己，就是你
Hey 48，诚挚团结，意志坚定，用汗水浇灌梦想，目标是做好现在的事。We are the best team S2。
久没有回来了。感觉这条路走了好久好久。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不知道是多少人的回忆。是不是你们经常走这条路？从地铁口出来，我以前经过这边的时候，经常就是有赶着看公演的粉丝，就是赶着过来看公演。然后呢，经过我了之后，先是这样子擦肩而过，然后再后退，呀 ，Kiki 啊，哎，好巧啊！然后就又走了，又赶去看公演了，就是有一种老朋友见面的感觉在这里。感觉不会再有走这条路，然后呢一堆人围着，每次走这条路都是好多人围着。然后当我们这条路开始实行拍照的时候，就是实行街拍，嘉兴路街拍事业，我可是我们街拍事业的 top one 呢，粉丝圈里面自评的 top one， 营业 top one。对面已经有一个在那边，我们每次就是其实大家还是挺辛苦，要注意安全。刚来剧场周围的时候都没有这些建筑，也没有这里的花，更没有那些大这些高楼大厦都没有。哎，我可是陪伴着这条路，就是说发展起来。好几次经过这里，有一段时间经过这里是正在建造中。哇，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还在建造呢，现在都已经变成红砖墙。上次来这是多少什么时候了？来这演出半年前哦，半年一年了。所以有很多，当时其实有很，就大家都是在公演嘛，然后很少出去啊，很多就是很多拍摄的机会，饭拍的机会，基本都是在嘉兴路这条街，就是拥有很多的回忆。我当时刚出道的那个片子那种感觉，交错。还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这里都是在装修，在建造。现在的嘉兴，现在的海伦路越来越好。
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就是舞台还是那个舞台，道具也都还在。嗯，可能我不是当时的我了，就是有一种我长大了，然后剧场依旧都还在，我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嘿嘿。我觉得相遇实在是靠缘分的，很感谢缘分能让你我相遇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在这个小小剧场，然后你们也陪着我去世界闯，所以也希望我们能闯出来之后呢，能学会去对这个剧场说声感谢，感谢我能我很感谢，就是这个剧场每周那么多的公演，锻炼出我的找镜头能力，然后我也很感谢每周的这个演出能让我有很多百变的可能，很多舞台上面风格的转变的可能，然后我也很感谢，有曾经那么多年的基础，让现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存留下那么多很好的舞台，就算是当时拍的那个滤镜不好看，但是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大家都可以拿出好看的舞台，把它加上滤镜就非常的棒了。然后我知道就国内做女团很缺舞台，然后我也很感谢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舞台让我在这绽放自己女团的生命，我很感谢。这八年确实不是很容易，然后但是其实还挺有意义的，就是让我自己自身成长了很多，但是现在毕业了，就等于说以前在团里所获得的成绩和外界在外界并不能够继续再把它做一个自己的资本也好，筹码也好，而是要更加的凭之后的表现和自己的实力来分化，所以以后可能就要多多靠自己来打拼了。然后对公司对我的期望也是希望我可以自己好好努力，然后希望之后可以越来越好吧。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在剧场跟大家粉丝朋友们见面吧，然后因为我们734还是有很多的巡演嘛，所以跟大家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还能看到粉丝朋友们，就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他们还是一直在我们身边的。新的 S 队，因为我也有看过他们的一些特殊表演啊，还有现在的公演，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表现的都挺棒的，就是不论是想特殊节目也好，还是对于公演舞台的尊重也好，我觉得大家做的都挺好的，所以也不需要我对他们有什么就是寄语之类的，我觉得大家现在做的都已经挺好的。继续加油。现在很多的事情都得一个人进行嘛，有一种感觉独立了好像是很高大上的事情，但是好像付出的努力和辛苦会更多一点，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会变得更高吧，因为你要作为一个人好好的再成长下去的话，各方面的东西可能以前还可以倚仗一下队友，但现在更多的就得自己去好好的把它做好。
现在的 S 对，就是大家不要用以前的看待我们的要求，或者说以前是怎样，现在就得怎样。我觉得新的人混在一起，他就是一个新的队伍嘛，就他得有他现在自己以新的成员组成的专属于他们新的风格，去吸引到更多的人喜欢，就是最重要的。就不要想着我要去模仿怎么样之前的，或我要去传承什么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们就做出自己的态度，自己的风格就好了。我希望他们不要受到我们的影响吧，对，然后也不要觉得以前我们是什么样他就要往我们这边靠。我希望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风格，然后希望 Team S2 永远不要输。我们这些人组成现在的 S 队，包括我当队长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是抱着不看好的心态，也有很多人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有一点抗拒接触我们。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是怎么说，你感觉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跟着命运来到了这里，但是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对，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团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在这里创造属于我们这些人的回忆，然后我们也会去把 S 队他的精神和前辈们的一些努力一直给大家展现的面貌，我们会把它好好的传承下来，然后我们也会去有一些可能也想尝试说带给这个队伍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活力。对，现在的 S 队和以前的 S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定要说不一样，那就是人不一样啊，但是大家想要传递的精神是一样的，就希望能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一片辉煌和天地。S 队以前一直是我最崇拜的队伍，就是我脑海子想象的就是哇，就是我很崇拜的一支队伍。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就是加入这个队伍的时候，就是想要让他一直就是保持下去，然后也希望我们后辈就是不辜负以前前辈打拼下来的 S 队，想要把它做好。对，我也是才加入进来，其实对之前他们就是在一起的那种，我觉得他们之前在一起这么久肯定是有自己的一种情怀，我们的话就是重新开始，就是建立我们自己队内的一种氛围，就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但是是有延续性的那种怎么样，就是大家的感情呀，还有不管是歌舞还有各种方面。因为我是前辈在的时候我就进团了嘛，然后我也算是跟一期前辈就是一起走过一段路程，然后我们大家组成了一个新的 S 队之后，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是新组成的吧，但是那种冲劲儿还有那种比较爱闹腾就是大家的相处方式，对，就是大家之间的相处方式也会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当时前辈在的时候，然后我是最小的后辈，你知道一期前辈跟十三期其实真的是差了一个轮回的感觉，然后就不管做什么都会很小心翼翼吧。就是在十四期还没有来之前我会就是很拘谨一点，但是发现自己有后辈以后就不一样了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我也没有很放肆啊，就只是说就是有后辈了，然后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前辈了，然后就会稍微放松一点点吧。其实 S 队前辈就是毕业了之后，然后有很多粉丝就会就是说 S 队就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怎样，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结束，对于前辈也并不是结束，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是结束。我觉得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我们这些所有人组成了一个新的 S 队，然后也会带着前辈对我们的寄托吧，然后往前冲。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创一个新的辉煌。现在这个 S 队现在的成员有很多都是很元气的那种，比较元气可爱啊这种类型的，我觉得更多元化了吧。因为之前的 S 队是很优秀的一支队伍嘛，然后现在这支队伍是刚组成不久，然后就会特别的心里面就会很好奇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会优秀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相信我们 S 队以后会越来越优秀的。这个旅景蛮不错的，明天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寒假了，大家决定了全班一起出去玩，不知道大家都想去哪儿，我们去问问吧。 Let's go。 Hello， 嗨，看看镜头啊，明天就是寒假了，大家都想去哪里呢？寒假我们去游乐场。哦，不行，我和静文约好了去医院做义工。对，我们要去医院做义工呢。好，那我们现在游乐场一票，一起吧，义工两票，两票齐胜。我再去游乐场吧。我们再去问别人的意见，好吧？好，再去问别人。好吧，来这边，这个卷发的坏小孩。明天就是寒假了，大家想去哪里玩？我的话，我要只要不上马老师的课都可以。放假了，不用上课。你要去上那私教课？去蹦极。哦，或者去做义工都可以。蹦极。你呢？我想去滑雪。滑雪。你呢？我想去嘉兴路美女一条街。这是终结者。好，又有新的发现了。来，我们来问问这边的朋友。哎 ，Hello。嗨。明天寒假大家想去哪里呢？我们去滑雪吧。哦。去堆雪人。哎。滑雪现在有33票了。那要去海滩。海滩。大冬天去海滩蛮不错的。你呢？你呢？随便。随便。没有主见的人，没有主见。我们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意见好不统一啊。但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计划了。但是跟雪有关。就看就啊。啊？怎么？探险吧。探险，走。像我这种博览。来来来，我刷到了一个废弃学校哦，非常的刺激，我们全班一起去吧，哇，大家一起去，大家一起去，没有人跟我去王者峡谷，没有，我去，耶，大家都想去吗？想去，好，那我们这里竟然莫名其妙的达成了一致，那我们决定了，老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嘛，我们 N 队其实是最老的一批成员组成的。那现在呢，整个 N 队的状况基本上是只有我和张雨欣，张雨欣都算是 N 队比较后来的人了。也就是说，完整的以前的 N 队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可能外界看我会觉得，哎呀，他怎么那么可怜呢？剩他最后一个人撑到了最后。但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会面临人生的岔路这么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些人选择往这条路走，有些人选择往那条路走，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留下来有什么什么特殊的地方，我只是觉得
我一直都是在秉持自己的这个初心，然后在做自己，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啊或者怎么样。嗯，然后我也希望今后的各自的大家都能够发展得很好。那现在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原因，然后呢也是不经常能上公演，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N 队是一个全新的 N 队，但是我觉得即使是一个全新的 N 队，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把我们之前的精神面貌一直继承下去吧。我现在想就这样，就很感慨，那人也不一样了，时间也不一样了，台上台下也不一样了，现在大环境什么的都不一样，几乎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吧，但是一样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大家都真正的爱着这支队伍啊，都想着往前去更进一步，都想着重新去寻找往日的辉煌。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肯定都完全不一样，然后现在又有新的成员来，然后我们也很欢迎他们来，然后我们想就是可以更快的融合，让大家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 N 队，大家都会可能会沉浸在之前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想说新来的成员都挺能说的，然后性格上也挺开朗的吧，就会让我们原来有一些不活泼不开朗的成员就是也带动起这个气氛嘛，是挺好的一个融合，觉得如果大家再交流交流再促进一下感情的话，我相信默契应该会更加好。我觉得我们队现在就因为我觉得来我们队的人都是很有个性的人，个性鲜明，所以大家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相信大家期待一下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很好的。现在有很多新面孔加入我们嘛，但是因为我上学的原因，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跟大家有过什么太多的接触，就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正好去上学了，所以也没有参与到就是新恩队的首演，然后跟大家还没有过多的接触，希望之后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可以慢慢的加深对彼此的了解，然后可以之后好好的相处。入团之前我其实就是 N 狗，对，然后觉得能加入自己喜欢的队伍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也开玩笑说嘛，说我是听大哥的 MC 长大的，就是觉得有一天能够跟叉叉、跟大哥还有跟栗子这样的前辈一起站在台上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N 队之前前辈确实都特别特别的厉害，然后 N 队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也非常传奇的一个队伍，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我们加入之后可以继续前辈们打下的传奇，然后希望就是 N 队然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首先 Team N2 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响亮，应该说是我们后辈一直以来就是憧憬的楷模，甚至这个名字就一听都会觉得哇，让人非常憧憬，就是前辈们的留下来的那些历史啊荣耀啊都历历在目。因为就是前辈们缔造的神话它本身就是不可复制的，然后呢大家也会对我们这些后来加入 N 队的成员会有很大的期待，就是他会说期望我们能够再跟大家一起去续写传奇之类的，所以肩上的压力还是有的。前辈们在的 N 队的话，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无敌的 N 队，各方面都很厉害，然后成绩也很棒。现在新的 N 队的话怎么说呢，虽然可能现在队伍里面没有太多的前辈带着我们，都是一些新的后辈，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后辈都特别有活力，然后呢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融入得非常开心，虽然我们现在才认识两个月，就是但是已经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已经磨合得非常好了。在 MC 上还有私底下生活里都是可以开玩笑打闹一起去吃东西喝东西的关系。对，现在我感觉就像一个就是新的大家庭，这群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小孩就被收养到这个家庭来了，
然后这个家庭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因为本来其实很多刚刚分到这边的北京成员都其实有一点难过的吧，因为有一种自己以前的家没有，但是来到了新恩兔之后，恩兔的大家对我们非常的接纳与包容，我觉得大家都在努力去想创造一个新的恩兔。不同的人可以写出不同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现在恩队的成员们也可以讲出很精彩的故事。是哪一支队伍将赢得本次金曲大赏的荣耀队歌？舞台上将上演的是蓝色奇迹还是橘色奇迹呢？让我们恭喜 SNH48 Team H2。Team H2 沈梦阳、王毅、郭爽、郝静怡、费庆元、孙珍妮、林淑琴、林楠、李佳恩、江山、孙艺珊、冯思佳、肖一珠、黄林浪、林思义、林逸彤、洪佩云、蒋淑婷、林玉倩。Team H2
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就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真的要说一声各位医护人员啊，还有就是为疫情做出贡献的大家，真的辛苦了。然后2020年也快过去了，然后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然后希望2021年会变得更好。2020年就是非常魔幻的一年嘛，就在这一年当中，所有人真的都经历了，因为疫情的原因都经历了非常多以前完全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是最终我觉得大家众志成城吧，就各个行业的大家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就相信明年迎接大家的都可以是幸福，都可以是顺利，都可以是心想事成，也希望疫情可以早一点过去。2020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很特殊的一年，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被这种困难所打倒，积极的努力下去。2021年，我相信大家会越来越好的。我也希望这个疫情可以早一点过去。这一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事情，可能大部分的是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在2020年收获了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把不开心的事情都留在2020年，然后2021年，我相信生活一定会对我们更好的。也希望疫情能够赶快结束，大家都可以回到正常的快乐的生活里来。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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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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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侨们，大家过年好！今晚我们将陪伴。
着身处四面八方的挚爱亲朋们，一起幸福过大年，云端阖家欢。2020年是不易、不惧、不凡的一年，让我们致敬所有走过2020年的我们，为每一个了不起的我们点赞。感动这一年，我们见证了逆行出征的豪迈，英勇无畏的奉献和守望相助的感动。华灯影上，万家团圆，祝愿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平安喜乐、幸福